到了第三吗？想要成绩稳定，然后逐渐提高就最好。这次的状态非常好，之前是怎么做的准备啊？为了这个，就是从去年的打击到现在，我就教练配合的越来越好。现在拿这个成绩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我觉得好好感谢他。在训练中，就是之前外训的时候，到哪一块让自己的成绩上，就是有了这样一个？我觉得就在哪练，其实主要是看个人，只要你想练，在哪练就练哪。就是感觉时间要是处理的好一点，你能还能换个色儿是吧？有点伤，有点舒展，而且我感觉就电视上看甩了很多，但其实扭起来偷瞄他两眼，其实感觉也太好了。这是第二次训练。